那针对这一点呢，我放一段师父的开示啊，这个是在师父广论开示的这个第一卷 B 啊，手抄稿第一册的第19页啊，师父有这样的一段开示啊，主要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学佛跟学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想象的修行跟真正是师长佛都知道我的修行，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师父希望强调这一点让大家能够认识到啊。好，那请师兄主播放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啊，大家停一下，让我们自己做个警惕。我们现在在这地方来干什么？修学佛法。你为什么要修学佛法？这目的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去苦得乐的目的，我们有一个认识，说我们所以得不到的原因，因为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专门名词叫无明。换句话说，我们在无明当中，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执着，我，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根本，痛苦的根本在这里。唯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指导了你，你了解了你的错误啊，那个时候啊，心里想说啊，排斥这个错误。不但如此，还要进一步的认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然后呢，照着正确的去做，那个时候你才能够啊转化得过来。这个道理很清楚，这个道理啊，才是我们真正第一步应该摆在心里想一想的。所以我们记住，我们现在跑到这地方来是学佛，我想没有一个人不同意，大家都会这样想。不，这地方呢，我们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实质上的内容，我们跑到这里来，是不是真的学了佛了？这是个大问题。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来的目的是学佛，我们也这么说，可是实际上我们学的是我。你们会想，为什么讲学的我啊？好，现在我仔细的分析一下啊，你们也可以把它看成道理来看，也可以把它看成功学佛来看。假定你把它看成学佛来看，你就受用了；假定你只是把它听作道理来听，那我也在这浪费，你也在这浪费。这个广论同学不知道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听的这段师父开示总共有两段嘛，他的第一段是不是真如老师在那个广海明月全广的开示里面有提醒大家，第一段最好把它背下来，记得吗？记得。那背了吗？背了吗？我背给你听啊，我背给你听啊，来，那师兄主投影出来，我现场背给你们听啊。好，我开始背了，你们会背的人可以跟着我背，会背的人跟我背，不是看的那个，看的什么跟我念啊。好，好，我一直看着镜头啊。好，他们现场作证啊，我前面没有字幕啊。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大家停一下，让我们自己做个警惕。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修学佛法。你为什么要修学佛法？说目的我们已经了解了，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去苦得乐的目的，我们有一个认识，说我们所以得不到的原因，因为对于很多事情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无明。换句话说，我们在无明当中，我们的概念，我们的执着，我，这个东西都是错误的根本，痛苦的根本在这里。我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指导了你，你了解了你的错误，那个时候心里面想排斥这个错误，不但如此，还要进一步的认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然后照着正确的去做，那个时候你才能够转化的过来。这个概念很清楚，这个概念才是我们真正第一步应该放在心里想一想的。背完了。好，这个第一段真如老师在广海明月里面有教大家背，对不对？好，刚刚有谁在跟我背吗？有在跟我背的人举手。好，我现场只是看到很多人很歉疚的微笑哈，慢慢练习啊，这个已经提过很多次哈，说你不要害怕背书，你把它养成习惯，你把它养成习惯哈。就算你觉得说现在年纪大了，一直背一直忘都没关系，但是你还是养成背书的习惯。背久了，你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就算你是一直背一直忘呢，但是你对背书就是会有欢喜心。好，
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最差最差，下一生你背书会很厉害。下一生你小小年纪来的时候，你背书就会很厉害啊。这个事情要慢慢练习哈。好，那但是这一段之所以叫我们背，主要是因为说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师父的意思就是说，好，我们到这个地方，我们是要修学佛法。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修学佛法呢？就是我们想离苦得乐，可是我们没有得到。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得到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正确的认识。好，我们都一直在这个无明当中哈。我们自己的平常的概念，我们平常所执着的，其实都是这个错误的根本跟痛苦的根本。所以那时候必须只有一个有正确认识的人，就是师长指导了你，你了解了你的错误，而且你发自内心想要排斥这个错误啊，还要照着正确的这样转化过来哈。还要照着正确这样转过来，这样我们才走得上来哈。师父说这个道理很清楚啊，这个道理是我们真正第一步应该摆在心里想一想的哈。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是真正第一步应该摆在心里想一想的，所以真如老师才说希望大家把这段背下来哈。您把它放在心上，可以练习背背看，好，不会太难。好，我记得那一天真如老师录完那一讲全广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哎，希望我们在座的法师明天背给他听，这样。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就开始拼命背哈，所以对这段还蛮熟的哈。好，后面师父就讲哈，就是说，平常我们来的目的是学佛，可是实际上变成了学我。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很警觉的地方。学佛跟学我之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很认真的依止传承师长的指导来学佛啊？这个才是重点啊。所以师父以前在一些别的开示里面也有讲过哈，说你自己看佛经，好像你觉得你懂了意思，你自己看佛经，好像你从语言文字上面你觉得你懂了他的意思，可是师父真正有传承师长来跟你讲解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两者的内容是天差地别的，好，是天差地别的哈。好，那这个就很重要哈。所以我再收拾一下，我们说为什么要祈请十方诸佛来证知我的忏悔呢？就是希望说我所修的忏悔呢，就是如同佛陀，如同师长，他所教导，他所加持，他所承许的，这样我做的才是真正忏悔的修行。好，那同样针对师父讲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个要学佛不要学我的这个概念，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在听真如老师在广海明月第十八讲里面的一个开始，那请视听组来播放。在师父的日记中，几乎偏偏渗透了强烈的自我精进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呀，满篇都是这样的。所以在讲广论的时候，我有时候倒觉得师父有一些东西讲的云淡风轻，可是在他的日记里都是极度深刻的，就是每一步都像一个小学生一样，非常非常的扎实和认真的做功夫，没有一点点花拳绣脚的迹象，一点都没有。所以他非常深刻的以普调自己广论的这个法理来明照自己的心，其实师父就是这样做的，一步一个脚印这样做的，包括的做客送，包括的见谁了说什么，还有师父教我很多事情，师父也把它写在日记里边，然后我再重看每一篇每一篇，师父都在策立自己，你看到的就是非常非常虔诚的一个佛陀的弟子，非常的虔诚。所以说在师父的日记中其实看不到一丝丝他觉得对佛法懂了的这种感觉，每天都是拼命的策立自己。那我们会不会对佛法有受用？比如说师父从来不间断诵般若经嘛，师父诵般若经有受用的时候，师父会很欢喜的感恩上师三宝护法的加持，从来没有说这是自己领会的，就像般若经上所讲的成佛为力，都是这样的感恩佛陀。好，那在真如老师的这段开示里面呢，真如老师就特别讲说，在师父的日记中呢，几乎偏偏渗透了强烈的自我精进的这样的一个气息，满篇都是这样。好，那什么叫做强烈的自我精进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呢？那真如老师后面有讲这个内涵，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哈。所以呢，真如老师说，听师父讲广论的时候，觉得师父有些东西好像讲的比较云淡风轻。可是如果你去读师父日记的话呢，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极度深刻的，每一步每一步，注意真如老师的描述，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
好，非常非常的扎实和认真的做功夫哈，没有一点点花拳绣腿的迹象，一点都没有。你记住了，曾荣老师用的形容词叫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哈。然后曾荣老师说，师父是非常深刻的用不离道次第广论的法理来明照自己的内心哈。所以呢，曾荣老师说，你在师父的日记里面呢，你看到的师父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佛陀的弟子，非常非常的虔诚。记不记得我刚刚前面问大家，好说曾荣老师说，在师父的日记里偏偏渗透了强烈的自我精进这样一个气息。你现在看到那个自我精进气息的特征没有？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佛陀的弟子，非常的虔诚，这个才叫真正的精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成佛必须佛来教你，我们必须真心的皈依佛陀，依止师长，好，这样子我们修行才会是师长佛陀所承许的真正能够成佛的修行。所以必须是一个非常非常虔诚的佛陀的弟子，非常非常的虔诚，这个才能够叫做精进。所以曾荣老师后面讲说，所以在师父的日记中看不到一丝丝他觉得对佛法懂了的这种感觉。好，不过后面曾荣老师也帮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如果师父一丝丝觉得自己对佛法懂了这种感觉都没有，那师父到底对佛法有没有受用呢？有还是没有？有，但是为什么又一丝丝对佛法懂了的感觉都没有呢？所以后面曾荣老师就有解释，比如说师父从来不间断的诵般若经，师父诵般若经有受用的时候，会很欢喜的感恩上师三宝护法的加持，从来没有说这是自己领会的。就像般若经上面所讲的成佛威力，都是这样感恩佛陀的。所以重点是有受用，但是还是一丝丝对佛法懂了的感觉都没有，因为任何的受用都觉得是上师三宝护法的加持，好，从来不会说这是自己领会的。所以你从真如老师这边开始，你就可以看到，真正对佛法的路走对的时候，你真正修行的路走对的时候呢，就会 越会显现出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师长佛陀的弟子，有任何受用的时候会很感恩上师三宝跟护法的加持跟教导，从来不会说，哦，这是我自己领会的，这是我自己懂的。好，那这是今天针对我们学习的进度啊，为什么要祈请十方诸佛来证知我的忏悔，我们做了一个讨论。好，